新聚采576×576丝膜压铸铝箱体，适用于288×288的模组，广泛用于租赁与工程等各种场所。可快速的搭建，我们的箱体左右跟上下都是双手快速所设计，可单手操作，自带拉紧功能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整体后盖的构造。首先用电瓶卸下我们的后盖螺丝，卸下螺丝取下后盖即可。可以看到我们整体是